身高173公分，我颜值小，然后我今年23岁。你好，我名字方尚权，身高174公分，体重65公斤，叫张文平，然后我住在新北市的中和区。你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那我这样看一遍。哦，有些不在乎。对，好，只要OK。嗯，那下我对一个就好。好。那身高体重就不用讲。没关系，好。OK。你好，我是蔡松廷，然后我去年刚从那个台大的戏剧系毕业。好，我们从第二场，你前面行军走一段路，好，其实你憋了就是一段路，终于。那个，先让我去上厕所。对，我现在好尴尬，等一下。他自己只是国家给他一张纸，就说他已经死了。对，他不知道。可以。然后因为其他人他目前在别的地方拍摄。西班牙干的，干的你还没过啊？害我你在行路要偌时啊！我自己喜欢跑废墟啊，然后也有在山洞里面探险，是在废墟里面遇到。对，但是我自己是蛮年轻的，然后我再想一下。然后你又有了进一把枪，然后呢，尿急的，如果是在行军尿急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一样照走，但是他不会演得很像真的是，然后他要下午宿夜，就时间是没问题的，走就会塞，然后尽量不要太大，一直塞，这样子只会怪怪的，那很难演。好，那我们演。那我们不要演尿急，我们不要尿急这个把它拿掉。但是你现在是真的是也是憋了很久，但就是没有到很急。比如说，需要我们去上厕所之类，然后就走掉这样。好，我们大概讲一下，就是，我们这样是学校的话应该比较熟，就是我们的玻璃室拍摄。玻璃室，玻璃室，你希望第一天可以完成这样，然后。目前是在爆表路上上面，但我就是啊，西方啊，干你娘嘞，美国啊，还讲直接行，你偌死啊！哇，抱怨呢，抱怨呢。请问接下来往哪边走？向西边继续走。我看你们有这多余的经费，可以不用给红包，就是当给一个红包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就是先跟你们说。那我在无线电会呼个几次，就是两三次都没有应答，然后你突然醒来，那个声音吵醒你，然后你就痛苦难耐吧。现场的确认答案。
样会有保险跟残废。其他问题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先去，我们大概留一下照片，我们拍。